由毓品监制，尤达师兄率领一众名家，每次赛事提供心水推介。癫狗马经复刊三季以来，成绩突出，有目共睹。各位只需以月费200元支持《癫狗日报》，就可以同时浏览《癫狗马经》，请踊跃支持，多谢大家！大家可以经 PayMe、PayPal 转数快，又或者订阅 Patreon 嚟支持《癫狗日报》。喺度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癫狗日报》月费计划。癫狗马经，夜马正正。今朝有酒，逢星期四晚9:30。嗱、啊，呢杯嘢系边个作家咧？你讲啊。其实呢杯咧就系、是、有个叫做 Hart Cranning 嘅人，即系写 The Bridge 嘅。The Bridge。但系咧，我其实发觉到咧有少少矛盾位。我因为都系睇另一本书，系抄到，咦，原来佢中意饮呢杯嘢嘅，即系又系啲饮到。飲到唔知點嘅人，佢30多歲喺墨西哥灣度跳河死㗎，唔係喺 Hard Train 啊嘛，應該係嘛 Hard Train 啊，我抄一抄啦，應該係，因為我有睇過佢，佢寫嗰個 Bridge 咧就係詩嚟嘅，唔係好長嘅詩。Bridge 係一間以前24小時5點鐘先可以打的嘅 club 咯，喺香港，冇事。又諗咗呢啲。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在中國極左時代呢，有所謂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是不是？那這個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是革命和反革命是一個對立的嘛，即是在那個時代聖社和聖知、啊、你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者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是一個即是已經不是人民內部矛盾，變成一個敵我矛盾來的，是不是？所以你打擊你個打擊你個政治對手就話佢走資咯，係咪？咁所以鄧小平咪俾人話走資派咯，係咪？咁呢個劉少奇咪蘇修咯，修正主義咯，係咪？咁咪反革命咯。咁革命係邊個？革命梗係毛澤東啦，係咪？就係咁啫嘛，係咪？咁即係話你嗰個當權派去鎮壓嗰啲即係喺政治上嘅敵人，係咪？嗰啲反所謂反革命啦，嗰啲就叫做革命同埋反革命，係咪？即係等於我頭先我邊文引述毛澤東講嗰個革命反革命，係咪？你寫小説，你就係反革命，係咪？我要宣傳嗰個革命，又係寫小説，都係通過啲意識形態嘅交鋒。而家就唔係，係咪？而家係另外一種交鋒。所以呢個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基本上就係打擊嗰啲異議人士啫嘛。一來就針對佢對針對呢個所謂政敵，係咪？不同路線嘅，係咪？呢個係權力鬥爭，係嘛？而家權力鬥爭咧就反貪腐，通過反貪腐嚟做手段，達到呢個權力鬥爭嘅目的，咁啊。咁呢個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後來就變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咁啊改咗啦，冇革命同反革命啦，咁因為搞市場經濟係嘛？呢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咁要話俾人聽，我哋社會主義都有市場經濟嘅，唔係毛主席嗰陣時食大鍋飯，人民公社係嘛？集體經濟計劃嘅集體經濟係嘛？有國企，但係一樣有民企，有市場經濟，保障私有財產，刺激人民追求利潤嗰個動機，屌你乜呢個資本主義嚟㗎啦，啱唔啱啊？係咪？咁咪佢就話呢個叫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而家仲巴閉新時代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仲加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咪又意識形態。咁呢個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變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就被認為係進咗進步㗎啦，你明唔明啊？因為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就是任你噏嘅，點樣為之反革命先至得噶？係咪？好啦，跟住就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咁呢啲咧，我哋香港都覺得，呢個係一國兩制，呢啲距離我哋好遠嘅。屌話咁快就殺到嚟啦，係咪？當初就基本法23條立法拗咗幾耐啊？到最後都係立唔到，係咪？咁就係因為成個客觀嘅政治形勢，即係當時嘅特區政府
包括佢嘅主子，北京嘅中央政府都覺得，唉，算啦，唔好搞住，係咪？即係香港安定繁榮第一，係咪？包括你江澤民、胡錦濤都係啦，係咪？係到習近平，係咪？佢何止唔俾你特區政府自行立法咧？屌，佢幫你整個港區國安法啊！由人大常委會係咪去草擬一條呢一個港區國安法，係一個全國性法律，要喺香港實行。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係咪擺喺附件三，全國性法律，即係佢立法。當初就係喺基本法嗰個構想，就係點都係由你特區政府自行立法啊嘛，係咪？呢個廿三條就係國家安全法嚟噶嘛，喺2003年送去立法會首讀二讀嘅呢一個所謂基本法廿三條，就係叫做國家安全法嚟噶嘛，即係等於澳門嘅廿三條，根據廿三條立嘅法就係國家安全法嚟噶嘛。咁你而家已經有個港區國安法，而家大家就喺度齊齊唱和，新嘅一屆立法會一定要就23條立法。咁廿三條講咩咧？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自行立法做咩呢？禁止第一，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嗱，呢個廿三條入邊嘅講嘅呢啲所謂罪行，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而家喺港區國安法裏邊齊曬，係咪？港區國安法嗰個罪行包括咩？第一係分裂國家罪，第二係顛覆國家政權罪，第三係恐怖活動罪，第四係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咁喺呢一個所謂廿三條裏邊就冇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同廿三條裏邊所講嘅即係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性唔係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即是你不能勾結外國勢力，是不是？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和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你不能勾結外國勢力，是不是？那不是一樣的？那你不如就這樣整一條竊取國家機密的法例就行了，是不是？國家機密法就行了，那是不是多鳩魚呢？告訴我，是不是？有咗國安法，仲需要廿三條立法？唔係，佢整色整水都要整個廿三條立法出嚟，有呢個需要。有咩需要咧？講我聽。有咗港區國安法，所有法律都冇需要，包括而家嗰個刑事罪行條例，係咪？嗰個第一步可以抌咗佢都得噶啦，係咪？咁當然有啲人話唔係，咁你自行立法。咁至少都有個立法機關咧，咁嗰個都係選舉產生嘅立法機關，咁由佢哋去立法，咁你就信得過啦咁樣。咁2003年喺香港嘅立法會嗰個廿三條立法，喂，起碼都拗餐懵啦。雖然嗰個法案委員會主席叫葉國軒，係民建聯嘅，但係喺法案委員會裏邊。有兩個民主派立法會員係提好多修訂，一個吳靄儀，一個陶謹申，係咪？到去呢一個廿三條嘅背上廿三條嘅國家安全法送到去呢個立法會首讀同二讀嘅時候，特別首讀喺二讀嘅時候，係嘛？進入呢個全體委員會階段要提出呢個修訂案嘅時候，陶謹申同吳靄儀提出好多修訂案，起碼你喺度拗餐懵先啦，係咪？咁期間就係2003年嘅7月1日，係嘛？小弟都有份喺電台日日鼓吹叫人上街反對廿三條，同埋懟冧呢個董建華，係嘛？要董建華下台，同埋撤回廿三條，係嘛？幾十萬人上街，搞到田北俊嘅自由黨騰騰台，因為田北俊係行政會議成員，咁佢哋話唔支持呢個23條立法，咁老董就唯有撤回廿三條。咁就到而家
2022年，即係相隔20年啊，先至喺立法會度所謂自行立法。嗱，而家有咗呢個所謂港區國安法，或者未來將會就呢個23條立法，係嘛？咁你都一定唔使問阿貴，係嘛？香港人嘅人權自由就只會進一步啊受到打壓。同2002年嘅時候，這個梁愛詩或者葉劉淑儀喺諮詢期間出嚟面對公眾去推銷呢個23條立法嘅時候，他們所持的觀點和今時今日基本上就是真的完全相反。他兩個人都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所以我就想起當年梁愛詩，就是我跟他談關於這個就是23條的時候，就是那時諮詢期間，因為小弟呢當年假假地都在個電台裡就是日日做節目，都叫做有些影響力，咁我哋就係被諮詢嘅對象之一，咁佢都起碼嚟諮詢下我哋啊，起碼同我哋傾下，起碼都舉好多例子。喂，嗱，我哋都照香港而家我哋呢一套嚟做嘅，係咪？唔會將內地嘅法律咧引入嚟香港嘅，係咪？咁我就揾到咧，即係呢個2002年10月28日啊，咁就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啊，喺呢一個一個研討會上面的發言，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個發言啦。我譬如我哋而家一路褪，而家雖然仲有幾分鐘啦，我都要講嘅，因為真係你可以比較下當時嗰個諮詢嗰份諮詢文件，大家可以查翻嗰份諮詢文件嚟睇，同而家霸王硬上弓，屌你由你人大常委會立法係咪？然後立咗嗰個國安法入邊嗰個條文嘅內容，大家做一個比較，係咪？喂，即係個時光倒流咧，你真係覺得好感慨嘅，係咪？所以有啲人就話啊，當初咁立咗法咪冇事啦，咁都一樣，立咗法佢都一樣可以。如果發生呢一個反送中運動，佢都一樣可以整嗰條新嘅俾你彈啊，仲嚴厲都有嘅。咁我哋喺度睇落去啦，呢個即係諮詢文件啦，即係呢個係即係2002年9月24日。這個即係政府嗰份諮詢文件，因為我有嗰份諮詢文件嘅，我記得嗰陣時。咁但係梁愛詩呢篇呢個發言都好重要嘅，大家可以即係我摘錄一啲重要嘅部分啊。雖然呢啲大家可能有啲人覺得興趣不大，如果我寫一篇咁嘅文，咁又好長嘅，係咪？咁我而家就簡單啲講，就話真係即係歷史沒有如果啦，係咪？只有教訓。你睇翻之前即係呢個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即係香港人嚟講，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忘記咗啦，係咪？咁突然間我哋再提醒大家就話，今時唔同往日，咁啊，同樣嘅人係咪？好似梁愛詩咁樣，咁啊，今時今日佢點去睇當時佢講嘅嘢咧？喺度數落去咧，嗱呢段。他說從報章上的報導、電子傳媒的訪問、研討會和論壇發言，我們可以看到就新聞自由方面的關注，即是大家對新聞自由的關注就是關於那份諮詢文件，23條立法的諮詢文件。關注的部分主要就是煽動叛亂和竊取國家機密這兩類罪。因為點解我哋嗰陣時會關注新聞界特別關注呢個煽動叛亂？因為煽動啊嘛，大佬，嗰、那個係喂。嗰、那個可能同言論自由係咪有好大嘅衝突噶嘛？如果你唔好具體定出點樣為之煽動係咪？咁所以大家比較關注就係煽動叛亂同埋竊取國家機密，就係我去採訪新聞係咪？咁我報道嗰啲消息，邊啲係洩漏國家機密咧，或者竊取國家機密咧？香港有官方保密法，但係冇所謂資訊自由流通法，叫 Information Freedom Act， 冇呢個有 Official Secret Act。即是说官方保密法，这个是保密的，你不可以将这个官方保密法即是那个保护底下这些即是政府的机密呢泄露出去的，是吧？有的嘛，是吧？但是为了保障这个即是新闻自由接近信息的自由，你就会有这个所谓阳光法案，即是所有的东西摆在阳光底下的资讯自由流通，我要政府什么
文件，政府乜嘢，你要話俾我聽，你要提供俾我嘅，你冇得話，根據官方冇辦法唔俾得你嘅咁樣，咁啊，咁佢就話呢個煽動叛亂係源於英國普通法，咁現時嘅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第十條都係將1938年嘅煽動罪即係編入，而且經過好多次修改嘅，最後一次1992年啦，呢啲我哋都知道嘅。涉水國家機密啦，就我頭先提到官方機密條例規管，全部都係將英國嗰啲本地化嘅，包括即係喺1997年6月係嘛，經過中英聯絡聯合小組，即係中英雙方都同意將英國嗰個官方保密法令本地化，即係喺1997年6月，喂，即係喺所謂香港主權移交即係嘅前一個月，呢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已經有呢個共識，係嘛？咁呢啲咁嘅法例以前咧，特區政府已經有嘅啦嘛，或者係成立之前已經有嘅嘛。咁但係即係用普通法嘅原則啊，咁啊冇引入內地法律觀念或者內地嘅法律。佢即係佢解俾你聽，你唔使擔心啦嚇。包括呢個竊取國家機密，呢個都係咁樣煽動嗰啲，而家嗰個刑事條例都有。我哋今日講個 case。嗰、那個煽惑罪就係嗰個刑事罪行條例，咁但係你係用普通法個精神啊嘛，而家你點會有普通法精神？你睇下今日法官個判案個判詞，係咪講嗰個 TG 嘅管理員啊？佢嘅罪行嗰九條罪，屌你判4年10個月，係咪？當時我哋就擔心呢樣嘢噶嘛，所以佢又解釋。正如諮詢文件第四章第一節所講，現行刑事罪行條例第九、第十條已經將具有煽動意圖的行為，話發表煽動，你褪翻上去啦，做咩？上去我一路讀下邊啦，係啊，即係話2002年嘅關於23條立法嗰個諮詢文件啊，第四章第一節有提到。而家嘅刑事罪行條例第九、第十條就將具有煽動意圖嘅行為或者發表煽動文字、處理同埋管有煽動性刊物，包括企圖、籌備或串謀作出煽動性行為，定為刑事罪行。但係條例嘅第九條所列出嘅煽動意圖係包括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特區政府或者中國其他地區嘅政府憎恨或藐視或激起其離叛，激起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改變依法制定嘅事項，或者引起對香港特區司法嘅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或引起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不滿或離叛，或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意和敵意，或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嗱，呢個就係嗰個罪行條例嗰個內容。好啦，任何具有呢啲意圖嘅言論同埋文字或者作為都屬於犯法咁啊。咁但係就煽動叛亂嘅建議咧，特區政府就考慮到社會同埋普通法嘅發展。認為要構成咁嘅罪行，應該係局限於嗱呢句最重要，局限於懷有煽動意圖嘅人必須要以引起暴力事件、擾亂公共秩序或製造公眾騷亂嘅手段來達到目的，先至受到刑法嘅制裁。即係話你而家法庭一定要證明，係咪？即係好似今日個 case。他那個所謂在 TG 裏面他那個所謂煽惑是吧，他是懷有煽動意圖的、啊、本身就是這樣的，有這個意圖，還有必須要引起暴力事件，擾亂公眾秩序，製造公眾騷亂的手段來達到目的，才受到刑法的制裁。你是不是可以證明到這樣？不是，是吧？所以1997年6月24日立法局通過刑事罪行條例修訂，亦都將呢個元素引入咗條文，係咪？仲有下面呢一段好重要。嗱，當然呢個係講23條嘅，講國安法嘅。咁但係今日嗰個所謂煽惑罪咧，就唔係國安法嘅。咁但係如果你第日再立呢個23條嘅時候，梁愛詩當年呢種講法會唔會列入你而家呢一屆政府啊？鄭若華係咪？會唔會將梁愛詩當初？即係嗰份諮詢文件裏面啊，
所講嘅嘢，你會唔會全部引用先？一定唔會啦！你老母你一定話此一時彼一時啦！而家香港屌你有啲即係有啲人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有啲人公然提出分裂國土，你可以講呢啲嘅。嗱呢一段好緊要嘅，佢話你諮詢文件裏邊建議某一啲犯罪意圖，例如憎恨、藐視、不滿、惡感、敵意。呢啲全部都廢除咗，即係話你犯罪意圖係嘛？例如憎恨、藐視、不滿、惡感、敵意，喂呢啲言論自由，你有個表達意見嘅自由，我表達我的觀感嘅啫嘛，大佬係咪？所以咧，即係廿三條立法諮詢文件裏邊就將呢一啲所謂犯罪意圖、憎恨、藐視、不滿、惡感、敵意，將佢廢除。接納了公民應該有權使用非暴力方式批評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措施、憲法、憲制、法制的錯誤，即是我們不單止在立法局有立法會有言論免責權，我說基本法垃圾掟鳩了它，是吧？那我不會犯法，就算我走出來將本基本法抌落地下我都不犯法，是吧？是要咁啊嘛，系咪？公民应有权使用非暴力方式批评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措施、宪制法例等的错误，或者循合法途径改变依法制制定的事项同埋原则。喺立法会咪咯，合法嘅途径改变依法制制定嘅事项同原则，因此建议中嘅煽动叛乱罪啊，或被视定为煽动他人嘅呢啲，系咪？要有干犯叛国、分裂国家、颠覆实质罪行，而呢啲罪行都含有暴力、武力和严重非法手段因素，或者对国家发动战争。屌你老尾，时代革命光复香港，咁点样分裂国家呢？如果按照呢个廿三条咨询文件梁爱诗所讲，系咪？干犯叛国、分裂国家或颠覆事实实质罪行啊嘛，要。呢啲罪行行有暴力、武力同埋嚴重非法手段啊嘛！我揸住架電單車，掛住嗰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嗰個點會係含有暴力、武力同埋嚴重非法手段嘅因素，或者對國家發動戰爭呢？即係我真係不厭其詳，因為呢篇嘢我記得我睇過，同埋當初我有嗰份諮詢文件，我就因為今日呢一單煽惑案。同埋廿三條立法，我就諗起梁愛詩當年嗰個講法。嗱，大家立此全朝，睇下佢廿三條立法喺將來呢個立法會，屌你咩有冇講呢啲先，係咪？第二仲係咩咧？點樣要煽動他人要定到罪咧？呢個係講煽動叛亂罪啫，仲係唔係頭先我講個煽惑罪？要製造嚴重危害國家或者香港特區穩定嘅暴力事件或者公眾騷亂。喂，請問呢個 TC 管理員，佢嗰個喺 TC 裏邊嘅嗰啲轉發嘅嘢，或者佢言論，邊一啲係製造嚴重危害國家或者香港特區穩定嘅暴力事件或者公眾騷亂咧？係咪？係佢製造出嚟嘅咩？因為時間問題唔講啦，下面仲有講，大家可以仔細啲。如果有興趣，可以睇下呢篇文嘅，由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啊、歐洲議會啊，舉好多例子嘅，大佬又話俾大家聽，唔使驚，係嘛？呢個廿三條立法唔係好似你哋咁樣諗嘅 ，OK 係嘛？但係我都唔撚信佢咯，嗰陣時。不過我而家攞出嚟講，係嘛？大家可以睇下呢篇文啊。即係如果你睇下呢篇文，放翻喺今日，係咪啊？仲有啊，回應湯家驊嘅香港家書啊，係咪？湯家驊喺10月26日就諮詢文件，即係廿三條就發表呢個香港家書啊，講咩啊？湯家驊就批評特區政府諮詢文件冇提出實際保障人權嘅機制，喺嚴重非法手段、國家機密或者取締政治組織幾方面嘅展示模糊。同埋特區政府拒絕以白紙草案將詳細條文公開諮詢香港人，好啦。湯家驊
在02年讲的嘢，大家对照一下同佢喺呢两三年讲的嘢，或者佢对23条立法，而家嘅23条立法嘅睇法，同埋更早之前佢对港区国安法嗰种如羊鼻刺，系嘛？即系啊，充分肯定，点样高度评价，你就睇得出呢一个系一个冚家铲。如果话佢呢个系一个冚家铲，呢个系一个客观嘅陈述，是一个 fair comment， 你告不到我诽谤啊，汤家华，系咪？你就是一个冚家铲嚟嘅，即系佢就算对嗰个咨询文件讲呢啲严重非法手段、国家机密啦，大家唔使担心乜乜啦，佢都认为你唔啱啊，屌你模糊啊，系咪？啊，讲到呢度啦。咁大家記得俾多啲錢啊！唉，而家俾人黃標黃到真係，即係經濟拮据啊，就嚟嚇，即係頂唔順啦！屌你話 Google 都咁樣，係咪？屌你喂，香港已經咁啦，係咪大佬？屌你咩？你連 Google 啊、Facebook 嗰啲係咪都要通過呢啲？屌你有中國人身份嗰啲人，屌你真係去審查我哋係咪？咁你係咪死得啊？真係！好，大家记得叫多啲朋友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同埋即係将我哋嘅影片分享出去，希望大家继续爽手啲。今日係6号啊，未交台费嗰啲再提醒你，咁你都可以俾嘅 ,ok,ok,、okay? 拜拜。